Hello，欢迎收看 Cebu TV。现在呢是晚上1点多了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睡？因为我在做攻略。你看，刚才我跟我们家的小繁鱼写了这么多旅行的攻略。我本来是一个当傻子的人，居然这次旅行我成了要去 plan 的那个人。到底计划了什么吧？就按照我的想法，计划跟现实肯定有很大的差别。但是我一定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做了多少的功课，让我们小凡又来告诉大家一下。然后第一天我们会就是沿海边的开车过去，然后我们会在中途有一个barbecue， 然后中途可能会停下来去我们任意想去的一些景点，比如说有一个Kiama 的 Rocking Pool。然后之后呢，我们就到我们的这个地方，我们会在那里会自己做个饭，因为我跟喜宝我今天早上已经买了很多，手拿了一大堆的东西。然后26号的那一天，我们已经订了一个 Panda， 我们早上10点半的，期待大家在视频里面能够看到我们怎么玩。然后那天下午我们打算就在我们住的附近去逛一逛，然后去小镇里面去看一看，然后最后就是返程的那一天，去跳，然后可能之后就该干嘛干嘛吧，也不知道我们最后能不能玩这么多。我正在看着你，看着你目不转睛。你我知道你已经注意到你的位置正在向我正面，终于我们出发了，现在超鼓的，我们来到了第一个 lookout 卧龙岗，给大家打招呼，大家我的嗨，这个叫 Sable Crew。 我们的目标就是佛性旅游，随走随停，没有拍过 vlog 的人尴尬。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view， 在一个 lookout， 我们还又往卧龙岗方向走了。喜宝现在去进行我们的 barbecue 的外交活动，希望他能够争取到一个 barbecue， 我们可以需要一起烤，因为我们开了一路，然后一直都没有找到。我们找到了一个烧烤的地方，大家都在做烧烤。我先拍一个视频，奶奶被你先去了。两个衣服都穿了。今天我吃的是生吃的青椒，撒了盐的猪肉和鸡的手。不能走开，走开。Go girl, you go. 哎，我已看路了。你讲哪句？哦 ，really？ 你也唱吗？是要讲吗？还问讲？真的吗？要你外面吃呀！来，准备 ，One, two, three, go! Oh my, I don't dare, sorry. Oh, 我接到一个眼镜。哦，素颜的我们已经开到了今天的目的地Java Space 附近的一个民宿。们都在认真的做饭，哇！你看这五个宝宝们都在做饭，今天怎么样？爽不爽？这个 house 爽不爽？爽。对啊，你头天就换这张啊，我们以后都认得出来。虽然一点光也看不见，可是我们现在在海边，而且繁星超多。然后刚才看到流星，还许了愿。哇，好漂亮！六
Cibo 这边要进去一下，一起抓镜子。去 Cibo 去看他，来一个，抓镜子啊！